对付都不一样吗？你别想骗我了。够。好啊，夏洛洛，你出轨！什么情况啊？洛洛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不是这样。张阿姨，我看今天洛洛的事得给我一个解释了。妈，他们恶人先告状，我是看到蒋星辰进来之后，我想把他拉出去，不小心亲到了之后，他就住。阿姨，我会负责的。哎，你别管。你看，没有骗你吧？你谁呀你？你凭什么亲我？我亲着倒大霉了，跟你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男人连亲了两次。小燕，这就当做我们的结婚礼物。嗯。你神经病吧？这还挺贵的。你跟我结婚，不就想把我当成恢复自己的道具而已？我不接受。而且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他为什么不接受啊？当然是进展太快了。其实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有件事想拜托你。没事儿。来，你能不能答应做我？做我？谁话？我哥的女朋友。啊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单一凡这个人有秘密，他老是喜欢玩消失，一消失就是三天。你想，你做了他女朋友，自然就知道他去了哪儿，到时候你就把他的秘密告诉。他帮过我，这一次就当回报他了。好。我答应你，一言为定。晨曦，你快到申一凡办公室来，等会儿你就能看到他的秘密。哎，你在这儿？不然我该在哪儿？你是申一凡？你们在干什么呢？这种感觉陌生。不是你想那样。陈星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不用你管。好，不用我管是吗？收走。你赐我的手心，告诉我天快要放晴。我不怕跌倒。夏洛洛，你要是再去当间谍，你就完了。不是要看吗？嗯。对啊。你姐他们坏。你不偷吗？就我一个人拖不太公平吧？还是你想我帮你拖？哎，别，沈总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我哪都错了。说清楚。我不该当间谍。你帮单晨曦，不会就因为他是你偶像吧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其实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
洛洛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听我妈说你找了新的男朋友，不会是分手了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夏洛洛，你的脾气真得改一改了，温柔可人一点嘛。哎，你看我们家双儿多好。我劝你们俩好好保重身体，因为你们俩的身体不属于你们自己，属于所有的肇事司机，小心出门被车撞。洛洛，东西给我。啊，走吧，回家。说吧，三番两次刷存在感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希望以后你能够随叫随到。好啊，单一凡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揭穿你的真面目。洛洛，洛洛，洛洛，洛啊！死了！你进来干嘛？你没事吧？我快出去！你平时都这么落落实实的吗？那你平时都这么讨人厌？倒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形容。做独一份的感觉还挺好。很痛吗？才不痛。我不怕跌倒难免受伤，你心疼我在旁也微笑着的模样，感谢你体谅我的倔强，当我假装坚强你不说话，默默替我挡下风浪。这样应该去门。遇见你是何等荣幸，在那段阴雨世界里，你有着宽厚的臂膀为我遮风挡雨，陪伴你是何等荣幸。我饿了，我去找你吃的。在茫茫草绿途里，爱有着温柔的光晕闪烁在彼此的眼眸里。我是何等，是见鬼了吗？竟然被他的假象给迷惑，甚至觉得他还有点帅。